这些长龙两冲二十应急救援款的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这个颜色。两柱层的机油、油箱、油管，然后这个手柄胶套，手柄胶套它这里是没上的，需要我们自己上啊。然后激活钥匙、备用的拉绳、两个齿轮下的这个螺丝、水泵叶轮、螺旋桨的这个卡销、齿轮下的螺丝垫片都放好了，这还是比较细心的啊。啊，这是一个有浮力的一个钥匙扣，然后这是使用说明，这是一个工具包。那么这个工具包都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我们马上就能用到它了啊。哎，这个螺丝刀，一个钳子，然后套头火花塞套头啊。好，第一用到的就是这个啊。然后把这个这样子从那里套过去，这个机器应急救援用非常的方便，机头重量也不是很重。我这个徒弟是嫌我不够累，知道吧？我说我把机器抬过来到那边转，然后他把然后滑到外面。好，可以集中了，来了啊。现在就用到了刚才他所配的那些工具，啊，这个是火花塞套筒，来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？转过来一点，继续。然后我们缸体进水的同时，这个化油器流入里面也会进水。所以说呢，它又配了一个螺丝刀，这个螺丝呢，十字和一字都可以用的。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螺丝刀调到一字这边，然后这边有个胶套拿下来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化油螺丝松开。好，启动。来，四十几了，出去再跑一圈看看。